澳门自闭症协会在科技大学举办自闭症嘉年华日，协会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和节目，目的是要舒缓自闭症人士家长的压力和增强社会各界对自闭症的认识。我们带大家去看看。活动在科大演讲厅由青年交响乐团的演奏拉开优美的序幕，紧接着是正是自闭症宣传片的首播。透过短片，多位知名人士为关注自闭症作出呼吁，观众亦都更深入了解自闭症以及佢嘅相关资讯。澳门我觉得而家先啱啱起步，咁咁你会见到其实，哎呀，澳门其实好少自闭症，都几十个啫。咁你话有乜可能咧？咁系冇可能嘅。咁只不过好多家长都唔够胆话俾人知，或者带个小朋友出嚟。咁佢哋，你谂下，一个正常嘅小朋友都需要一啲户外嘅活动或者一啲社會的活動，咁何況是自閉症的人士呢？咁這個只是啱啱起步，我希望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的風氣。咁當然是要由自閉症的家長佢哋自己做起啦。咁我都是自閉症的家長，即係兒童的家長，咁所以我都很願意去幫助大家，係去正視這個問題。澳門自閉症協會會長菲迪華同社工局局長黃燕梅、香港影視紅星陳錦紅、鄺麗等嘉賓一同敲響木琴，象徵活動正式開始。協會理事長陳少曼亦都感謝相關人士同單位一直以來支持協會嘅推廣工作。嘉年华日其中一个主打环节是请来台湾人气自闭症家长顾问花妈卓慧珠，生动富趣味性地讲解家长和前线人员如何管理自闭症人士和自身的情绪，以及台湾社会对自闭症的包容和政策，给到澳门一面良好的借镜。另外，花妈更同陈少曼、陈锦鸿、鄺麗主持港澳台自闭症家长关爱分享会，阐述三地自闭症家庭面对的不同差异，分享养育期自闭症小朋友的心路历程，并解答现场观众的提问。现在我自己当一个家长，我觉得很需要早一点做的这一个部分，我在台湾，我请很好的，我觉得跟他谈得来的语言治疗师，直接在我的店里面。然后教其他的家长，让他们在小时候，孩子小时候就可以知道怎么陪伴他。然后其实一个月上一次，就是帮小孩子拍 studio， 然后拍了以后，然后对应，然后治疗师就会看到可以做什么。这是我目前我的脑袋里面想的可以做的比较快的方式。会场外更设有嘉宾签名会以及十个团体的咨询展位，让与会者查询本地和自闭症相关的服务和支援。不单止咁，去年十二月协会在亲子慈善作画日获捐的自闭症儿童原创画作，亦藉住生生不息、毅力无穷巡展的开展仪式，向大众展示自闭症儿童的艺术天赋。